奇异果班的陈宇臻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皮皮妈和她的四颗蒜咬扣。大家好，我就是皮皮妈，我今天穿上我最喜欢的粉红色衬衫，上面有大大圆圆的纽扣。她很喜欢她的纽扣，所以她唱了一首歌：我的纽扣，我的纽扣，我有四颗蒜纽扣。他坐在沙发上看风景的时候，啊，糟糕了，有一颗纽扣滚得好远好远了，现在剩几颗？三颗纽扣来了，四减一等于三。纽扣来了，纽扣走了，皮皮妈有哭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哭的，他也是继续唱着他的歌。我的纽扣，我的纽扣，我有三颗蒜纽扣。他去丢滑板的时候，啊，糟糕了，有一颗纽扣弹开了，滚得好远好远。现在剩几颗？两颗。三减一等于二。纽扣来了，纽扣走了。皮皮妈有哭吗？没有。他才不会哭呢，他还是继续唱着他的歌。我的纽扣，我的纽扣，我有两颗蒜纽扣。他去吃他的甜甜圈的时候，好糟糕了，有一颗纽扣弹开了，滚得好远好远啊！现在剩几颗？一颗纽扣。二减一等于一，纽扣来了，纽扣走了。皮皮妈有哭吗？没有，她不会哭呢。她也是继续唱着她的歌。我的纽扣，我的纽扣，我有一颗穿纽扣。她去走路的时候，好糟糕了，有一颗纽扣弹开了，滚得好远好远了。现在剩几颗？零颗，一减一等于零。他看着他光溜溜的衬衫，猜猜看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他的肚脐眼。然后，那个纽扣会不会接着掉开呢？不会，那不会掉开。他又进去唱着他的歌：我的纽扣，我的纽扣。我用妈妈给我的酸尿口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。